欢迎光临来到因斯布鲁克。我们现在是在因斯布鲁克，世界有名的滑雪跳台叫 Berg Isen。我现在是在 Berg Isen 360度的全景餐厅，非常的漂亮的风景。我这边订了一个沙拉和当地的牛肉。嗯，这个就是Thomas Hilfiger， 他是跳台滑雪运动员。虽然夏天没雪，可是运动员都可以在人造草坪练习。是因斯布鲁克旅游一通卡，非常好用。用这一个卡，你可以去不一样的博物馆，门票都包括在里面。合作公共汽车卡也是在里面。你要上山的缆车也是包括在里面的。我们马上就要准备坐缆车上去北连山。我现在就去参观全景博物馆。我们刚到了 ，Weißes Ross 的意思就是白马。这一个餐厅是因斯布鲁克最古老的餐厅。嗯，我马上就要去参观 Grassmayer 博物馆，它是奥地利最古老的钟博物馆。Okay. Okay. I hope I can do it. So I hold it like this, like this. It's heavy.有一点点的重 ，OK， 一、二、三。每个夏天在因斯布鲁克都有这个露天的音乐会，我们现在去参观，和它是免费的。我们现在到了霍夫堡瓦一个小农村，在这一边呢，他们是做奥地利最有名的烈酒。哇哦，杀掉我全身的细菌，可是很好喝。我们现在就去参观因斯布鲁克的霍夫堡，它是巴洛克式的建筑。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介绍的因斯布鲁克，欢迎你们来 ，Prost！